Oh my God! 100万！哇，太神了！台湾史上第一人，关键之战决胜局，这个对决在欧比杯常看到，最后一次看到居然是卡普空的最终冠军战，最终冠军战，太神啦！呼一次乌马，呼一次乌马，谁 ？Say my name，Say my name。OK， 欧比杯 ES， 欧比杯 ES 来了来了，离一百万美金最近的一步。最近的一次。Uma can use the first set to download, collec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Hopefully, his RAM and his processing speed are good enough to computer of his. You could say the same for Chris Wong. I feel like in the longer set with a loop. 关键的一百万美金。So let's see it. Here we go. Grand finals time. Uma versus Chris Wong. Game one. Already had an accidental overhead. 升龙 ，no， 升龙 ，nice。有了。Nice. 有了。好，这地方怎么办？好，稳稳的先关角落。T 对口 ，nice 一个逆后，好，这边一个完美 P 跳，这个跳有点甜，但是哇被插盒了，问题有一点大了，角落，好，内迪娜没有，内迪娜，好，这边一个延迟，懂，好，这边直接摔漂亮，好，这边跟着过去吗？没有，稍微稳一点，稳一点 ，OK， 稳稳地，稳稳的 A 一个哦，还好没有出去，出去去世了 ，OK。好，这边一个延迟二 MP 死啦，嘣嘣嘣，嘿。完了，插盒一直被插到。这个跳，哎呀，缺反有了，咚咚，好，抬个脚，防高吗？没有防。好，这边又被缺反啦，这个抬脚太近了，嘣嘣，嗨。好，这边压一个起身，问题不大。抖动，抬个脚，嘣。懂 ，OK， 对头，哎，漂亮，逆后健在。好，这边选择直接开风给冲出去，咚咚咚，然后咚咚咚，升龙，有升龙，漂亮。好，这边一个打哪里 ？F 4没有。好 ，Chris Wong 知道这个东西挡得非常好。好，雀板有了，哎呀，怎么是小雀？哎呀，哎呀，真机被触点了，咚咚咚咚，应该是不会交。呀，你等等，这给你摔，这个被退康到就死了。哎呦，不对哦！哎呀，好险，没有被单发确认。好，你等下这给你摔，这给你摔。完了，哦，不对！你还敢动力冲击啊？哇，这个安的好。哇，不呢，还敢动力冲击啊？有了，抬个脚。OK， 完了，嘣嘣，这要带绝招了吧？哎，放枪啦，对策，哎，而且还没有取消，漂亮。懂他那个对策其实有三颗星的时候是不行的。好，开始了，超强风水，咚咚咚咚 ，OK， 对口。好来了，好，好，这边一个退康，第二时间输点完了，哦不呢，好动动，好这边跟着过去杀个车，好跟着过去，啊延迟点完啦，延迟点，猴子会抖的没得，完了这边摸到会去世，这个比例回了，比这个最后这一点血比例回了。哦，中断好险！哦，好险是牺牲打。好，这地方怎么办呢？等他发气功就 SAE 穿波。好，他不敢发气功了，不敢发气，插没插。啊，完啦！嘣嘣，哇，这个被逆转，哇，这个被逆转啦、啊，太稳了 ，Chris Wong。太稳了，这个这样被逆转。啊，卡米刚那个二 N K 没有插合到，有点亏，有点可惜。稳着。咚，漂亮。咚，抬个脚，升龙。OK。有了。哦，升龙有。咚咚。
这个跳有点难，OK， 还好他没有对空，哦，漂亮，漂亮，还有二 GB 骗空，二 GB 对空就不怕被骗了 ，OK， 怎么办？怎么办？台湾的希望有了，哎呀，嘣，嘿。好，这边不动，漂亮。动。哎呦，对，这个角落小心点 ，OK， 哦，放开了一点距离，不错，这个空间很好，这空间很好。抬个脚，笑一下气功，完蛋。嘣嘣，我不会带绝招，还好，一个安全跳。好，这边几个摔，漂亮。好，这边接第二接后，完了要虚弱了，哎呀啊，他一个拉杆。啊，这没办法了，他一个拉杆，刚他也知道那个跳太甜了，先拉个杆，完了，卡卡咪，想一下。He actually allowed Uma to get a regular jump, but he thought he's gonna do something else like the shot was doing earlier today. 好，有。And he was able to block it out, get punished before he had to do that counter DI interaction. 好，明显一个点摔问题不大。懂哦吼吼吼哦吼，绝招！哎呀，放枪了，但是还是有摔到。好，这边一个刹车，绿冲过去，完蛋，要虚弱了。好，这边起身完啦，虚弱啦，嘣嘣。这边选择带两气，咚，嘣，正三。哦吼吼，漂亮！好，这边打一个安全跳。哎呀，他忘记他没有那个风水了，一个退康，完了。啊，退康。哇，都有机会了，但是都差一点点，都有机会，可惜。灰中的选择怎么那么好？But what does he do at this point? He's actually done all he can. But again, the damage disparity between these two characters, it's not night and day, but it's something close. And sometimes you have to overextend to even force a loop player to be galvanized to do something. 有没有机会让二追三呢？别掉了败步，别掉了败步就行了。Mental fortitude right now. 好，发个气功，动 ，OK。好，插合。给他完了，嘣，可以，好，直接延迟解 ，OK。好，这边稍微抬个脚，骗绿冲，骗抓绿冲前脚，但是问题不大，完蛋，嘣，可以。OK， 现在这地方有了，打到，懂不懂 ？OK， 这地方怎么办？会凹吗？不凹，我直接来一个动力冲击，懂 ？OK， 好，这地方稍微一个延迟，懂，又一个动力冲击，嘣嘣，哎，放下来，哎呦啊，不累，哎，真的，哎，原来是真的，放个凹 ，OK， 刚那个是故意的吗？刚那个角落那个弹墙之后六 HP 那个感觉像是故意的，因为那个看起来是真的。哦，好，这边抬脚抓二 HP， 抓得不错，抓二 MP 有了，可惜，咚，好，这边开风水吗？哎呀，起身速点，他应该防一下凹，延迟一下被点了，啊，起身这个开错了，还以为还要摔，哦，哎，放下，啊，完啦，嘣，可以，咚，好，这边怎么办？哦，第二身速点。这个没，还是没机会，按不回去，这个没办法，按不回去。OK， 懂一个中断，好。噔。Great defensive sequence there from Chris Wong to regain the drive gauge. 好，双方非常力回，非常力回，卡卡米打得很稳定。好，好，这边一个延迟点，没事，哎，没去，哎呀，哎，他也没升龙 ，OK， 逆后漂亮 ，Chris Wong 感觉反应也掉了，他也没升龙，完了，刚讲他掉了，他怎么就绿冲了？抓绿冲了，这么厉害，放枪啊，不嘞，却反，哎呀，加太多，哎呀，你们两个怎么都，他们两个应该比太多，他们两个集中力都掉了，都打得有点乱，这两个。凹绝招吗？哇，没凹。
see if he's going to use a super to get out of there. Chris Wong's going to do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e will threaten that stun. It is a low hanging fruit. Ah, nǐ dì nà. Ah, nǐ xì à. We are going to a reset. Wow. Chris Wong resetting it in emphatic fashion. Reset 啦, 就.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w? 哇,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Staying hydrated, stay hydrated gamers at home. 哇, 这都, 都有机会, 但拿不了局, 他妈的, 拿不了局的。 That could have gone either way. I think after that point, he said, okay, I know what I must do if I get my potential run back, which that has come. 冷静一下。你要想一下，他刚想说那个两千万的 money match 差太多了，心脏有点抖抖的。他要想一下自己是在打欧比杯就行了。好了，真正决赛局了，没有后路了，没有后路了。最后的三场，最后的十分钟，一百万美金，十分钟一百万美金了。协会董事要来哪边很明确吧 ？OK， 好，这地方直接先防高，哎呦，啊，好险没被插合。好，有了跳路，嘣，真龙，好，有了，你还敢后后啊？嘣，真龙，咚咚咚，好，咚咚，不用怕他，对，不用怕他，对，咚 ，OK， 这个跳有点甜，哦，鬼畜王没对空，完啦，嘣嘣嘣嘣，可以 ，OK， 第二直接后跳漂亮，咚，漂亮，他是要用气功追击的。Chris Wong didn't have enough life to retaliate with a DI of his own. Okay. Chris Wong reeled back in his seat. 下一个啊，阻止绿冲，阻止好，懂懂，风水开，没有没开 ，OK. Switch things up. And boy has he done it. 好，八个。哎呦，懂懂，风水开没开 ？OK， 好，他不开，他不开。好，选择不开风水，好，这边打一个陷阱插耳，没有插耳 ，OK， 骗了一个 Perry 还行，这边给他凹，给他凹。这地方剩下一格，可以去给压力，往前走出来啦！救命啊！好，这边一个第二时间 parry， 不过没加到，这地方被他出来了，而且动力槽被回了，有点亏，有点亏。这地方怎么办？那比利回了吗？一个过去，抬个脚过去，过去。好，这边先开风水，不错。咚咚咚，哎，一个跳，哦，漂亮！咚咚咚咚咚咚，好，这边打一个哪里？好，这边一个防凹，咚。好，鬼畜王防得很好，好，稍微防一下。完了，完了，风水的魔力消失啦，不行了。这边稍微恢复一下动力槽，摸到一个绿冲会死，不过要恢复一下动力槽。好，第二时间后跳吗？没有，这边给他摔也行，给他摔也行。这地方稍微回复一下动力槽，可以冲两次了，冲两次冲到赢了。关键的2 NK， 关键的2 NK， 一摸到就赢。双方都是一摸到就赢。哎呦，加太多。好，好，这边完全不动，蹲着不动，很冷静，很冷静。阻止绿冲没阻止到，可惜。相杀了，再找一符就有了。好。哦，阻止一下，第二谁后后？哇呀，别！完蛋了，猜错啦，猜错啦，猜到 Perry 啊，可惜，猜错啦，选错，选错边啦。OK。好，这地方完了又被第二时间后后，怎么这么冷静？好，这个地方第二时间速点不错，风水要开了吗？风水开了，而且打到了角落了，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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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一个安全跳，完了，牺牲前跳有了，咚咚。好，这边偷偷一个 reset 有了，哎呀，没打到，没打到。好，这边他在暗转，他在暗转，他在暗转，小心，哎、欸。好，这地方稳稳的，给你，给他摔，这给他摔，这给他摔没问题的。好，这绿冲过去嘛，感觉可以绿冲过去折一下。好，对，这边别解摔就好了。懂，这边选第一板漂亮，第一板最稳。好。哦，绿冲神龙穿波。OK。好 ，reset 都先1-0。哎，
He's lucky as well because the combination of having a good hitbox. 哇，最熟悉的两个人。 最熟悉的两个人， 热血沸腾啊！电竞元年，真没想到， 居然看这么热血。好，有了。好，这地方怎么办？抬个脚。好，漂亮，没办法绿冲过去，没事。啊，被阻止了，绿冲了，完蛋！咚，嘣嘣嘣嘣，可以。好，这边猜错了，他猜要甩。 选错边，懂。好，这边选择延迟点，完了，懂懂，死啦，蹦蹦，嗨嗨，蹦蹦蹦蹦，嘿，懂懂懂，嘿，来个吧 ，OK， 懂哇，漂亮，阻止原地跳，好，这边他快虚弱了，好，又选第二时间后后 ，Chris Wong 选第二时间后后很多哦，好，这边选风嘴要把他动力槽打干，懂懂，好，完了，第二时间后跳被抓到了，有了，懂懂懂懂懂。 好，这边安全跳，咚咚，好，这边选地板漂亮，好，这边再一个 ，OK， 好，第二时间 2MP， 不过还好没被打到，动力槽还很健康，好好好，动力槽还很健康，哦，第二时间 2MP 又来 ，OK， 第二时间 2MP 大哥大完了，有了，好，这边一个有了，哎呀，没确认到，他想点摔。 好，这地方给他摔 ，OK， 好，完了，啊，不对，还好不是绿冲，有了，绿冲，咚咚 ，OK， 哇靠，紧张喽，老哥，对空，哦 ，Chris 忘了 ，Chris 忘了集中力掉了，他集中力掉了，没对空了，咚 ，OK， 集中力掉喽，老哥。 好，机会来了吗？没有，懂懂。OK， 他选择不限带绝招，完了。哦，没事。好，这边稍微等一下。OK OK， 有了。好，懂懂。好，这边抬个脚骗到啦。懂懂懂 ，OK， 骗到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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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哪里？OK OK， 人，哦，Chris Wong一个 延迟 parry 没事，人哦，很保守，放个气功过去吗？放个气功过去，好，这边选地板被骗了哦，不能哦，陷阱插盒。 100万美金，2比0，哇的，哇，他那个距离算的真好，那个D反他知道人家摸不到他，然后反按一个，哇，这个陷阱插盒真美，真的，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前面打谁又这样子用的，我给忘了，前面他打一个人又这样用，哇，又一个陷阱插盒啊，没想到居然是一个。 不是职业选手的人要拿了吗？台湾，咚咚咚，咚咚咚，好，这边一个延迟，咚，好嘞。Say my name，咚，哎呦，好险好险，对空，没对，要虚弱了，小心一点，延迟点一下，完了虚弱，这个地方有点糟糕，一个牺牲打漂亮，一个牺牲打打到。 OK， 这地方稍微到场中恢复一下动力值，漂亮，而且单发确认。哦，反应很好啊，他知道还有动力冲击了，直接单发确认。好，这边完了，不要来得及吗？来得及吗？咚，哎，来得及，好险，起码没晕就没事，没晕没事，漂亮，咚，升龙，最后一个灯，最后一个灯了，最后一个灯了。 哦！直接刷新记录吗？啊，被确认啊，不内。好，第二时间后跳漂亮。
完了 ，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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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还以哪点呢 ？OK。I think he knows what position he's in. Oh, 好你的呢？把你未来的集中力都放在这一刻，完蛋了！不不不不。Big damage conversion, burning himself out. He's been doing the Fuha saw after the drive rush on several different ranges, but I think Chris Wong's clock. 有按没绿冲。好，这边插盒没插到，问题不大。扎尔有了，懂神龙。好，开风水吗？开风水啊啊！放枪了。完蛋了，放枪了，刚刚开风水了。刚刚接错等级啦，刚是要接那个 OD TT， 然后接那个的，他掉到中的了，他掉到 OD 中的了。漂亮！哦，风水来了，风水来了！嘣嘣嘣嘣 ，nice！ 对空，对空，有喽，开始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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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一个 F 四，没有，咚 ！Oh my god！ 100万！哇的，太神了，卡卡比！台湾史上第一人，哇操嘞！哇，还拿100万啦！哇！我刷新台湾纪录啊！雾马雾马，77,777,777，哇！Well played there indeed, but we gotta hand it over. We see our 台湾 SF 六界的神明。Let's hand it over to them. 太猛了，终于要访问了，是不是？他终于肯访问了。哦，贤要当翻译 ，OK， 贤要当翻译了。哇，卡哥乌玛永远的神。300美变成100万美啦！你们还敢带那么多钱出去啊？直接带300块就够了。恶心心。有恶心心，太神啦！冠军吗？喂，干打得不错啊！哎，可以啊，那个洗脑自己在家里打那个有用啊，看得出来啊。我刚前面看你那个被屌打，我想说完啦、啊，你是不是没力啦？我后面他发现他也是没力的，他都对不了空啊。干啊！啊，他那个奖金那些是怎么跟你讲的？就是后面还没讲啊。哦，还没讲啊。后面再珍惜我吧。哦，他不要拿现金给你，然后你过海关被没收呢。不会、啊，真的，拿那么多现金。可以啊，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到底是奎斯旺上去好呢，还是嘎吉格上去好呢？你觉得如果是嘎吉格上去，你有要干嘛？我觉得都可以啊。对，我也是觉得，因为反正你都会打嘛。对啊，不过我因为我刚还在重看那个你打 Raisa 那个，你那个是抓他习惯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空中空差、延迟空差打他的对空。哦、那个打春丽都这样啊，春丽很会对空的都这样打、啊。对啊，对啊，对啊，打得好啊，打得好。哇，啊你是什么时候回来？你明天回去吗？明天就上飞机啦。明天就上飞机，按到台湾是几号？好像是28号的晚上吗？还是28号？28号晚上，机票上不是有写吗？我有点忘了啊，反正就是、哦、反正就是后天吧，好像是后天吧。哦，啊，你的300美金花完了没啊？啊，没有，还有一半呢、啊。干你娘，你还有一半？你是干了多少东西来吃啊？你是不是干很多东西来吃？早上，明天你有飞机要回去？9点有车。9点早上在。9点有车，对。哦，我听到贤的声音了。找贤帮我当翻译啊，要不然，对、哦、吧？我根本什么都听不懂。确实也是。哦，那哦，现在你们啊、哦，我先上车啊。哦，你要先上车是不是？啊，你我现在在车上，我准备回饭店了。哦，他们要带你回饭店啊？然后他们都有接驳车啊。哦，都接驳车啊，反正到时候看。到时候看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再看有没有人要去接机，感觉这个确实需要接机的。我这辈子第一次接机、那个。我那个到那个台湾都晚上，好像10点多还多少了？没有人开车就没问题啊，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哎、哦啊欸，对，那个 Mio 有发推，你知道 Holo 西西罗也有发推，你知道吗？
哦，我有看到。你他妈的，你运气不错啊！你还敢穿，你还敢穿密欧，你还敢穿密欧的外套啊？你应该，你就是忘了准备那个挂轴，你一挂对不对？直接 Holo 就签你了，还敢不准备挂轴啊？我只有外套而已啊。西西罗还跟随你啊？真的假的？你的账号也被西西罗跟随了、啊？你真的是脸上油光。啊、我看到，干，虽然那个账号也不太会动的。你说你的那个账号，对啊，可以，你就以后就发一下，你就发一下那个 Holo 的东西上去，他们就会按赞，就会转推了。哎呀，恭喜！哎、欸，那、啊啊、这样子你，啊，你回来之后打算怎么办？你那个钱打算怎么办？你还没想好、啊？我就财富自由啊，还怎么办？我看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拿那个钱来干嘛？就是什么买房子啊，买股票还是干嘛？先放着。就是，就是找个那个投资报酬率3%5%的放着，就财富自由了。干好爽哦！真的打得好，打得好，他妈的，台湾刷新台湾纪录，而且是史上最高奖金，真的没想到被你拿到了，真的吗？当初对不对？早就跟你说你真的可以的，对不对？还有人跟你说卡卡米不行了，真的很过分，这些人。之前就说了第一年最有机会了，就第一年就冲了。哎、欸，确实，我也觉得第一年最有机会了，因为后面大家可能那个什么对策那些都上来了，然后你那个练习量跟那个环境比不上人家，那个会越差越多的。对啊，真的。那个一开始练个12个小时，哇、哦，好累哦，那练不下去了，越练越少。对啊，对啊，我知道你一开始练很多啊，我知道你后来也练比较少、啊，但是确实有回报啦，那起码拼了一年拿了，不过扣税扣很多，你知道吗？他扣税扣蛮多的，所以实际上、啊、超多的、啊，实际上他妈的扛只剩下1000多万而已。对啊，差不多吧。嗯。可惜了，不过1000多万也 OK 啦，你也可以就是爽爽的，爽爽的。反正我这么省。哦，也是，看你300美可以花好几，在美国花好几天花不完，你也真的是蛮厉害的。没有，你到底是吃啥？你知道美国常吃一顿都几十美金吗？为什么你300美？哎、哦，我就一天吃个一餐啊。看你也太苛难了吧，一天吃个一餐，冲他小。啊，那个反正他们那个分量很多啊，吃个一餐差不多可以撑住啊。OK， 确实不错，记得。可以，好了，恭喜你啊！台湾的有没有什么那个已经要跟你访问了？应该有吧？什么奇摩新闻啊，还是三小？应该有吧？因为很多人密我，我也还没看，所以我也不知道啊。很多人密你啊，等下回饭店我再看啊。哎，那怎么好意思？很多人密我，居然还是先回我的。哎呀，我这怎么好意思？哎呀。可以啦，恭喜你，到时候回来你记得跟我们讲一下确切的时间，我看一下我们俩开车去接机了，我到时候一起过去。好 OK， 但你再跟我们讲详细的时间啊，我再看一下有没有谁要开车的，你看一下在台湾的那些大哥有没有兴趣 okay. 看他们有没有要恭喜你啊。 OK 好啦，你就好好休息，到时候你确定时间再跟我讲，回来台湾再见了。好恭喜，好拜拜。OK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